哎、欸，你一定要在路上绑鞋带吗？挡到路了、欸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路中间的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李飞，最对你的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梁哥。你是否曾经因为弯腰绑鞋带而被人家嫌弃过吗？很简单，你只需要女朋友。在这个时代，不需要自己绑鞋带，你只需要女朋友就够了。有没有？没有。哎、欸，翔哥，你没有女朋友？我没有女朋友。嗯。很简单。小姐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女朋友。啊？怎么了？啊？什么东西？你不想要工作是不是？想啊。你想要工作？嗯。那就要当我女朋友。好、啊。来，过来帮我绑鞋带。小姐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兰哥。这次的教学希望有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你在挡路呢？怎么又在这边？翔哥，她是你女朋友了吗？是啊，我想要对她做什么就做什么事情。啊？